南投染种疗用沁水寸流凤水冲两片风景非常感觉当时怕大家一行行了了为都会提供一下寒那后盖丰富又是改名归白石浪烟出世界后三音风调区出街天会转移卡用会加必点韩国中才提现在的农产品跟发出来各种改添点希望一下的看到将将风景之外也稍微到最才提的后面水用菜提前三间用盐膏，韩国佛龙膏料掉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小点心，搞破日本咸猪的咖喱，银河的雪糕、老梅糕都享受到嘞。它的柠檬蛋糕，我觉得吃起来就是很柠檬香，然后就是很好吃，然后那个什么火龙果也很好吃，搭配咖啡就是味道会更好。因为我都是用在地的农特产品，例如说桑葚、洛神或者是柠檬、火龙果制造成的甜点，然后让游客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品尝到本身食材的鲜甜。民国八十六年出世的丰桥区是地后高走丰客公司，聚会系自家的兴趣，所以个个天准家乡来开店门，希望提供一下独家热困的素材。希望可以回来带动这地方的产业，因为我一直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希望开这个咖啡厅可以让大家游客有地方可以休息。很赚了，为了地方啊，为了两个龙龙凤瀑布来打拼，也就是讲，能够带动将来我们两个地方了的后生人该发力的。有眼那有限农业气候，凉风水冲身挑个环境，只见甜甜的人草好，两下就有后生人很转家乡来服务，相信就得为众了解观光，感染性改饭店。下个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